等会儿，别动！弄死我，小耳朵能活吗？我哥说要你死，没说他活不活。你俩下去把药箱拿上来。哎，拿去，把门关上。嗯，开药箱，不打算直接弄死我呀？你的兄弟见天的在徐天家门口蹲着，让他们撤了。怎么撤呀？我跟这儿坐牢呢，说话他们听不见。咱俩起的梁子，咱俩接。徐天把事儿揽了，我跟他接。小耳朵，天要是真有三长两短的，你活不成。当初你就这么说，他死了我弟弟活不成，现在我弟弟出去了，我无所谓。你那天带着人跑到我家里，冲我家人一动开枪。别聊了，现在枪在你手上呢。听我说，你说了一些话，我回去琢磨了好久，也没琢磨明白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当差有当差的规矩，不能两头都站着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确实，不能两头都站着。那今天咱俩把江湖这头了了，行吗？怎么了啊？我呢有大事要办，比咱俩这事儿大。北平要和平解放，哎，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。命呢我肯定是不能给你，一条腿抵我从前的不是，江湖这头就了，行吗？枪里有两发子弹，你露两下，江湖这头就了，行吗？
撸完一条腿之后呢？放你出去，跟你手底下兄弟说一声，别难为天儿，然后你还得回来。我没听岔吧？没听岔，我还得说我当差的规矩呢。又绕了啊！枪捏我手上，我就死了。这是你的监狱。也对，那我自己来。诚心对你，你别不往心里去啊！我出去我就不回来了，去哪儿死更快。不能够，我信你。再加一下。我这个当狱长的，你也替我想想。我替你想得着吗？啊？早干嘛去了啊！带我回去，带我回去。别跟这儿杵着，我问萨萨，看见许昌让他别往家来。好，东家，少爷来了。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，进院子，李天，进院子，快！爸，您别掺和，一掺和就乱。什么掺和？你惹的事，我不想掺和。强子，哎，少爷，跟你们有关系吗？人家来找我的，干嘛来了？五哥发火，也弄死了。合适吗？没我，你还在牢里待着。五哥在牢里了。劫狱要有代价，做哥有做哥的样儿。你出来，他进去没毛病。等会儿，别动！弄死我，小耳朵能活吗？五哥说要你死。没说他活不活。行，我跟我爸说两句话行吗？甭说了。小耳朵为什么接你啊？怕跟家里老人没法交代孝敬。他没说连我家里人要弄吧？别人都不弄，就弄你。他没说当着我爸面弄死我吧？那我就放心了。做人得孝敬，我跟我爸说两句话，一会儿跟你们走，别让我死我爸眼前。行，虎哥，他孝顺。爸，一码归一码。您怎么也玩上手雷了？我不玩行吗？箱子呢？箱子，这儿了，少爷。插回去，回头再炸着自个儿。这帮孙子要进咱们家院子里面找你，慢慢找。我反正一会儿也不在，我站远点啊！一会儿炸着你们。我一会儿进去拿封信，然后我从后院上房走。今天我送个信还挺急的。啊，祥子。哎，小耳朵这帮兄弟不算坏人，冤有头债有主。我结的梁子，他们打死也不会弄您的，您该干嘛干嘛，甭理他们。
手雷我拿回去，一会儿出来跟你们走。走过来。徐丁，徐丁，你要干嘛？您回屋去，一会儿院里来一堆人，里外转一圈就走了。您别起范啊！你上哪儿去？带上我。带不了您。这不是信吗？人送信去。送信也不能从房上走啊！哎，孩子，你看看，徐丁。来一堆人，还不让我起范儿？哎，关老爷子，槐花胡同在哪儿知道吗？东城、南城啊。东城。去东城送信也不能从房上走啊！哎，赶紧的，挨着后海。这都是谁呀、啊？找茬的。你一夫当关当得住吗？你赶紧回吧。沈先生在屋里吗？在。那你通报一声，我想进去喝杯茶。刚东来顺吃完涮羊肉，嘴里有点腻。等着。这是哪儿啊？要么是阎王殿，要么是凌霄阁。待会儿进去就知道了。放心，媳妇儿，这回我是真思考明白了。阎王殿咱俩干啥？活人不出头，哪儿都是阎王呀。先生，请您进去。就这儿等着啊，用不了多会儿。哦。老大，人来了。把门带上。怎么受伤了？杀了个人，腊月十三早上。为什么？不杀徐天保不住了。这是冯清波匕首，就别操心我了。怎么弄？沈日成说。
今天几号了？19号，阴历腊月21。你给我上刑，我说20号城外还有人来见沈世昌，跟谁说过？冯清波、刘如慈，沈世昌也说过。沈先生，之前是我让您女儿还有冯清波给耍了，我活该。我之所以拦着您，是因为我认为冯先生、柳爷和您都是一家人，现在你们一家人都没事了，您别把埋怨落在我身上。你来到底是要说什么？北平要和了，您杀来和谈的共产党，这事儿我知道。你不会傻到来我家里就是跟我说这个吧？您圣明，我是想来跟您学学怎么又杀共产党又能投共。很简单，把知道内情的人都杀了。杀不过来呢？一个一个来。您要一个一个来，我现在就在这儿，我媳妇儿就在外边车里边。但您要不想受这份累，我还有其他的办法。说说。您把我当自个儿人，我来替您受这份累。你能做什么？您看着吩咐，但做之前您得先让我能见着点实在。我本来就要去找你，现在你自己送上门，你因为知道我一些事儿就想跟我要东西，太笨了。把他女人带进来。沈先生，您先别忙，还有些事儿是我知道您不知道的。啊？什么？您得先答应帮我。你先说。您现在给我大哥金孩打电话，打到京师监狱。您问问田丹现在是不是还在狱里边待着？给沈世昌打电话。现在？现在。怎么说？就是我在狱里想要和他通话。他要是不接呢？之前？那是之前。现在不一样了。金海。沈世昌。哎，沈先生。田丹还好吗？哦，挺好的。你有什么吩咐吗？5分钟后把他带到电话机旁，我跟他说话。明白。他5分钟以后打过来，你想跟他怎么说？告诉他城外来人是今晚接下换防部队编号和城内改编撤军步骤，需要我在场联络引荐。他会信吗？他想洗白，需要在全城解放之前与我方有实质成功接触，之前的接触都被他毁了。你一人去啊？他会叫你带我去。我给你上刑的时候就想好了今天了。万事都是人安排，只要想就有。
4年前共产党说要给中国人民一个新世界，新世界马上就要到了。沈先生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您是大人物，您心里应该明白。先生，人带来了。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不然就是最后一次看见他。铁林，媳妇，你别怕。你把手先放开，你把手放开，放开！陈丹已经不在监狱里了，昨儿就已经出去了。如果您一会儿打电话，金海和田丹如果在一块儿的话，那就说明他们俩已经是一伙人了。沈先生，您别吓着我媳妇儿行吗？您让她跟外边车里边等着，咱俩在这接着聊。把他带出去。不是个东西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田丹昨天就出来了，就在朱市口徐天家，在一桌上吃的饭。您杀共产党的事儿，现在不止我和冯清波知道。要想把知道内情的人全都杀了，那得费点劲儿。你想要什么？那得看您想让我干什么。你不已经是北平站的处长了吗？北平站都撤了，处长也是假的。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该拦着您杀冯清波，他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好我要什么。东郊民巷那小楼就不错。就要这些？那不能够。没有身份的话，我就算要想搬走北平城，共产党来了我一样。哇！手还是不太方便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胡说八道？沈先生，您觉得我犯得着吗？专门跑这儿来得罪您这么一大人物。北平站都撤了，我把脑袋藏裤裆里边，我过平头老百姓的日子不好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过平头老百姓的日子呢？您为什么非得留在北平不走呢？您能像我这样吗？想一样。眼看着世道马上就要变了，我要出头我就出一大的。我跟你好好学学，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，都能做一步逃亡。我了解金海，田丹还在牢里。我比您更了解他，金海是我大哥。
接京师监狱。王金海，刚才怎么回事啊？田丹接电话。哎，沈伯伯，丹丹，你还好吗？信您收到了吗？信？什么信啊？您和我父亲的通信。什么人送来的？华北城工部的通知。信一直都在城工部手里。对啊，你要保存好。我父亲虽然不在了，但他最信任您。你怎么知道怀中不在了？保密局北平站的铁铃来过玉里几次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告诉我。我方内部有奸细。谁呀？与您无关。今天晚上九点，您到仙农坛和城外来的人见面。我去见面？他们必须要见到我，我必须要见到您本人。为什么？他们信任我，我只信任您。我是说，为什么我还要去见面？九点，何思源代表北平出城，和你们接洽和谈。何思源是民主人士，您是华北剿总军方的人，我们需要知道换防部队编号和改编撤军步骤。九点，仙农坛。让金海接电话。喂，沈先生。啊，九点，你带田丹到仙农坛。好。他说让我九点带你去仙农坛。没有再说什么？没有。带我出监狱，你答应的挺爽快。没什么差错吧？他知道我听他的。很快就挂，他好像早就知道你会答应。什么时候看见田丹和徐天、金海在一起？我要真看见，那就没戏唱了。今儿早上他们在一块儿躲着我，以为我不知道。金海、徐天，你们是三兄弟？是。你来我这里，就是要出卖兄弟？沈先生，您有结义的兄弟吗？插香拜把子时候说那些话，您信不信？是不是还得信自个儿？要是信别人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吧？你能为我干什么？封口？杀兄弟？那不能够。沾亲带故，一大家子人杀也杀不明白。再说嘴长别人脸上，那得自个儿愿意闭上才能闭上。
刀子再快，那也快不过嘴。您要投共，横是不能把大石蜡、朱市口、京石监狱所有人全杀光了，是不是？嘴怎么闭起来？让田丹死在我那俩劫狱兄弟手上，和您一样，共产党来了之后，大伙儿全都闭嘴。你呢？沈先生，您树大根深，到时候管您借一片阴凉。你们三兄弟感情很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帮他杀人，徐天知道吗？没想让徐天知道。我跟田不一样，手上沾着血，所以得走。老大，进来。老大，您。天擦黑了，椅子上靠会儿，我还是出去办事儿了啊。老大，二英，哎，带几个人把小耳朵提出去，找着他那帮兄弟，让他发话，别跟徐天过不去了。哎，完事儿把人带回来。老大，人带上去带不回来了，小耳朵那帮人带不回来算我的，出狱单我签。哎，你们坐下，跟我走。好了，弄点吃的上来。好，另外再挑几个手黑能打牢靠的兄弟，晚上跟我去仙农坛抓人。老大，嗯，抓谁呀？焦总、沈仁昌。高级参议沈先生，别问了，被人家。不是，老大，田丹跑出去了，哥几个跟着他在外边转了一圈，也不抓人。现在他没事人事的又回来，还在您办公室待着。怎么了？那兄弟们都在下边说呢。说不了几天，全都明白了。那这些事儿，您先让我明白明白。你信我吗？我信是信，可咱京师监狱正归沈世昌管，抓他那不是反了吗？就是反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孙子对党国、对中共都是一坏人。那抓了他，狱长还是您吗？现在还是。我背着你。你们三个是兄弟，我怎么信你啊？我这人儿没爹没妈，就一媳妇儿，还是二婚的。当初插香拜把子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兄弟有个帮衬。结果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不说，现在每天还感觉活在俩兄弟屋檐底下。处轻了吧，我自个儿没面儿；处重了，我又没资格。我奉保密局的命令，我到监狱里边去审田丹，拦着不让。做哥哥的绕哄我，直接过来找您，再找冯先生买好。大嘴巴说往媳妇儿脸上扇就往我媳妇儿脸上扇。媳妇儿是什么呀？是，媳妇儿能换，但是没换的时候，那媳妇儿的脸就是我的脸。当哥哥从来不往这方面想。您挨过弟弟揍吗？揍完了之后就跟没事儿一样，还说打那儿起就不认我这哥哥了。我也想仗义，我也想拿一堆金条，散了都保兄弟平安，多仁义啊！那我是不是先得拿手上再说呀？我说话才算数，是不是？人是不是得豪横了，那才能说仁义？我跟您说这么多，估计你也听不明白。
能听明白。党国就那么回事儿吧，共产党也一样，风水轮流转，朝代来回换。山相，以后我就是您的人，只要您这棵大树不倒，那我就有一片阴凉。凭什么金海会杀田丹？凭俩女人，一个是他隔壁的刀美兰，另外一个是他妹妹大英子。徐天呢？徐天就是一浑人，女人死了之后他就更浑了。不过刀美兰是他女人的妈，所以都一样，只要把这俩女人捏手上，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焦总方面我运作，委任你为京师监狱狱长，明天就任，下到监狱。南京国防部二厅委任你为党国少将。你不是要做不倒翁吗？共军一进北平，原京师监狱狱长金海出卖女共党田丹，新任狱长反正投诚。如果党国反攻，保密局少将配合光复，有潜伏策应之功啊。我当狱长，那金孩怎么办？你都当狱长了，还想到金孩？我得想啊，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大哥啊。金孩只是一时糊涂，他根子里还是个明白人，对吧？对。田丹如果死在他的手里，他就是破坏和谈的囚犯，你的囚犯。你想的还真周到啊。那两个女人在哪里啊？这事儿您就甭操心了，我来办。保密局十个八个人我还能调得出来。不用你去办，他们这会儿应该在司法处领尸体呢。明天徐天女儿下葬，你去先农坛，今天九点金孩会在他手下面前杀田丹。您不去吗？还用我去吗？得嘞，我去仙农坛把事儿办完了之后，我过来跟你报信儿。啊，那个，我不知道柳小姐也在这儿，刚才人家出来跟我打招呼，我也跟人家去打个招呼，要不然显得我没里没面的。东郊民巷那小楼，我说着玩的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别生气啊。见着冯先生的时候，替我说声谢谢。虽然他一直不拿我当人，但是没他，我不是也认识不了您吗？没您，我也认识不了沈先生。您踏踏实实走，以后沈先生就由我来照顾了。
先送你回家，晚上有大事要办。嗯，哎呀，别怕，不是阎王殿，登天路，凌霄阁，把金耳和徐天卖了，我听讲。就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自己能思考明白吗？我能卖他们吗？我那是救他们的，我也救咱们。我不用救。行，我救我自个儿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到点我该走了。冯清波呢？知道什么男人最混蛋吗？没有最混蛋的，只有一个比一个更混蛋。跟你们比起来，冯清波算好的了。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十月是最